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梦想，而我的梦是绿色的，它跟迷彩有关。从记事起，我就喜欢去天安门前看升旗仪式，那种神圣感让幼小的我心生力量。大学我考进北京电影学院，北影是很多人的梦想，也许成了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，可是自己的内心仍然不充盈。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和选择。考上了公务员后，我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，在最好的年纪当兵去。青春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，生在这个最好的年代，女性不应该被定义。大胆地走出舒适区，应征入伍，成为一名最大最酷的中国女兵。风吹在我脸上，活力在张扬，我伸开双手去感受这每一寸阳光，都温暖心上，让我想起你的目光。光要给我方向，我不再迷惘，